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大家介绍一款户外便携的胸包。这款胸包呢，一共有五种款式，供大家选择。在包包的前面以及包包的侧面都有这种挂载系统，可以挂更多的小物品。包包的前面有两个前置拉链袋，这里有两排魔术贴，可以挂我们喜欢的图案。在包包的背部设有一条专门的腰带，可以挂在我们的腰间。在腰带不用手，可以放在腰带收纳贴中。在包包的肩带处设有专门的插笔袋，以及袋子里可以放我们的公交卡之类的等小物品。这里可以放我们的 iPad。 打开包包的主袋，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放我们的钱包，以及我们的笔记本、雨伞，还有我们的矿泉水、墨镜。前面这里呢还有个拉链安带，同时呢在包包后面有一个魔术贴的隐藏袋，这里呢可以放我们的 iPad。 首先可以这样手提来拿，可以背在胸前，也可以呢这样的背后一个单肩来背，也可以这样斜挎来背。我们还可以把腰带系在腰间，这样斜挎来背更加的牢固，不易滑落。